于蜀山，此山仙气缭绕，开万物灵芝。天地初生之时，一气分二，清气直上云霄，化而为心；浊气下沉，落地为魔。为仙者必有苍生，为魔者祸乱天下，不得安宁。跟在师父后面，为师会护住你的。替天行道，还天下苍生一个清净。魔性不改，凭什么你们就是仙，我们就是魔？一旦堕入魔道，永世成魔，不要痴心妄想了。今先祖最后一人，给我杀！Thank you.
犯天机，看！圣母梵天以神格化镇魔石，镇万魔于梵天境内，梵天境则昆仑而显。弟子金卜在此设下大阵封禁梵天境，我昆仑弟子应当世代镇守于此，护佑苍生。双山毗邻孤坟，四面低垂，八风交吹，此乃大凶之地。这儿就是猫妖经常出没的地方啊！这猫妖十分狡猾，你们不要掉以轻心，要仔细观察，不要放过任何机会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看，此女子目光犀利。手持匕
兵刃如此锋利，动作如此娴熟，而且十分的凶险，我想他一定就是猫妖。滚！好凶啊！什么玩意？师傅，你看，此人目光呆滞，毫无公害地看着我们，一定是在伪装。我猜，他才是猫妖。池塘鸟呀！你们这帮傻子！你们没有发现，这村子里面没有男人吗？村子里的男人都被猫妖所杀，并吸光了他们的精气。只要有男人出现，猫妖就会嗅到他们的阳气。所以，我们要留下一个人当诱饵。这是灵奇，只要有猫妖出现，他就会有反应。啊，这么厉害！师傅，那咱们派谁当诱饵？哎哎。我们会保护你的。看来又是我。你干嘛呢？没事儿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有人。师傅。我也没啥，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聊会儿天。聊啥呀？女孩子有什么用？滚回家去！吃你的套，耽误事儿。四个人阳气重，所以我们才是诱饵。咱们追猫妖啊！他被八卦镜所伤，跑不远。这把蠢货！拿着。
师傅，你歇会儿，我来吧。师傅，你腰不好，我们让你骂。师傅，我太。那系好了吗？对啊，系好了吗，师傅？我问你呢。我问你。没的几位仙友，这小小猫妖就不劳仙友麻烦。小小猫妖都抓不住，昆仑当真是无人了呀。这话说的，我们捉妖十分枯燥，逗逗这猫妖玩玩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玩吧。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改日再寻。哎，把我们妖怪留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这妖怪又没写你昆仑的名字，当时谁抓到算谁的了。师傅，要是我就忍不了。要么你们今天把妖怪留下，要么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师傅，我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刀呢？刀子救我。师傅，师傅救我。师傅大意，对付他们几个不能用蛮力，得智取。靠这儿，看我的。师傅，我可能也大意了。佛手三生，放了他们。师姐，我来。腰不好，砍到我腰上摔，还当着那么多徒弟面前，太没面子了。师姐与我相争多年，不能被他发现咱俩的事儿。咱们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等你当了昆仑的掌门吧。我当掌门，那什么时候才轮得上我？这峨眉的掌门，我是当定了的。
这个我是用法力写上去的，临时不会出现，在你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它就会显示，这样我就能立刻到你身边去救你了。是我去救你吧。两门大比我快到了，你今天还是要耍滑吗？我这可不是耍滑，我只是啊不轻易动手。得了吧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哎，小何，你看这蜀山的风景多美啊，水乡几子呀。再美也不及你万分之一。你除了会耍贫嘴还会什么？你果真没有让为师失望，多亏了师姐妹相助才能如此顺利。好，如此心性，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再过几日就是昆仑峨眉大比武了，居院幼卿，你们要带着大家勤加练习，到时不得辱没了我峨眉的名声。是。居院，你身为大师姐，还要多加修炼心性，不要整日争强斗胜。是，师父。下去吧。师兄，你应该叫我掌门，那么多年你还是没规矩。哎呀，师兄，你这就太教条了。听说你带几个徒弟去捉妖了，这次去了有什么收获吗？这次真的不怪我们，我们家那妖怪已经捉住了，结果被峨眉那群人给抢走了。明明是自己技不如人，现在倒过来还强词夺理。师兄，够了，两门快要比武了，你也是当师父的人了，我不指望你为昆仑扬威，你也不要给我们昆仑丢脸。是是是，那我先下去了，师兄你好好修炼吧。等等，师兄还有什么事吗？那么多年了你还是没出息，有事没事就去师父坟前打小报告，让师父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行，我保证。我保证什么呀？哎呀，师傅，我没事来看看你怎么了。来，我先喝。
师父，我跟幼青现在感情不错，但就是见上一面特别不容易。你说这谁定的破规矩啊，太不人性了。师父当年跟上青师太感情不错吧，你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？我知道你瞧不上他，祝酒还是没师父那样的好，只欠饮醉，还是喝一坛少一坛喽。被大师兄发现，他又敢说了。我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好几年的圈了，那师祖没教着你别的呀？有啊。还有吗，师傅？还有。是换汤锅换药，你这是欺骗。那么多废话，修炼之人要戒骄戒躁，为师这是教你们打好基础。一看你们就没有领会到这招的含义。想知道这招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不抢，不抢。
你怎么来了？被发现了你就死定了。我想你了呗，顺便来侦查一下，他们在干什么。哎，你疯了！这要是让师傅师姐知道，我这掌门人继承人就旁落他人了。当掌门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嘘，快回去吧，别讨厌了。不，听话，快回去。就不。那你要怎样才敢回去？亲我一下，我就走。谁说话呢？没有啊，我自言自语呢。你注意点。惊鸿掌门继位以来，这昆仑的士气倒是强盛了不少。师太夸奖了，先生还在的时候，我昆仑士气还是不弱的。今日两门大战，切记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这昆仑众弟子都由你来教导，稍有不足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仙师是为了保护三界而死，我也是十分钦佩。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好好保护梵天界，保三界不受打扰。金鸿掌门心系天下，在下佩服。师太夸奖了。昆仑上，弟子切磋结束。此番师叔演武比试，两派各出一人。师姐，我来。也好，那师妹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了。给我们峨眉丢脸，让师姐笑话。
我不会让着你的。那你可千万别让着我。幼卿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为师说的吗？师父，幼卿辱没了峨眉的名声，弟子甘愿受罚。师父，师妹也是一时大意，才败给昆仑那小子。对啊，师父，师姐只是一时大意。幼卿，你要自律。不要辜负了为师对你的重望。是，师父。师父，
今天昆仑那小子用旁门左道侥幸胜了我们，是不是我去教训他一下？不必了。师父，弟子甘愿为师妹弥补此次过错。师父，弟子愿意将功赎罪。这次就由居彦负责，你们配合我去捉拿桃花妖。桃花妖？此妖属极阴，所以你做诱饵，一旦引出便发出天雷火为信号，剩下的就交给为师。是，弟子定不负师父众望。好了，为师累了，你们下去。是。酒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倒酒倒酒倒酒！哎，来各位，听我的，咱们师父比武大会那是大获全胜。咱们做徒弟的敬师父一杯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敬师父一杯，敬一杯，敬师父，来。这算什么？上回捉猫妖那是我让给他们的，这次的比武谁输谁赢一看就知道。就是，师父太棒，师父真厉害。现在知道我锁空环的厉害了吧？以后你们还小瞧吗？不要问了。师父，掌门叫咱们抓的桃花妖到底长什么样子？对啊，有这么厉害吗？是啊，还要让师父亲自出马啊？对。想知道吗？想。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啊。先倒酒。倒酒，倒酒，倒酒，快！来，来，喝喝。哎，师父，说吧。据说这桃花妖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你笑。这桃花妖是人间的阴魂怨气累积而成，附在桃花树上，借着木精之气演化出来的妖邪之物，属极阴之妖。传言他眉如画，肤胜雪，眼含秋波，朱唇流齿，堪称绝色。哇，挖个屁！他虽有倾城之姿，却最喜吸食人血，尤其是年轻女子。
快发地雷火！不会不懂，不会不懂。这桃花妖必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放下惊鸿掌门。萧何，上清师太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跟峨眉弟子袁幼卿有感情瓜葛？没有的事，我那只是为了救幼卿师妹。幼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菊燕，是师父。一直追求幽情师妹，她一直没有同意，一切都是我单相思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师太，请您高抬贵手，要罚就罚我吧，跟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她真的毫不知情。幽情，她说的属实吗？
上确有私情，请师父责罚。萧何，你总为昆仑施术，却不洁身自好。我现在要你在昆仑列祖面前起誓，永远不可以跟峨眉弟子袁幼卿有任何的感情瓜葛，你听见了没有？答案是。前起誓，今后不再与峨眉弟子袁幼卿有任何关系。如有违日，永不来红顶。昆仑萧何，今天当着昆仑的列祖列宗前起誓，今后不再与峨眉弟子袁幼卿有任何瓜葛，不为此约，愿无雷轰顶。余生成长，陪你一起，不再匆忙。大师兄，他不让我来看你，现在好了，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了。
你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？跟师父守墓。师父的仙体不见了。师兄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犯了戒律，掌门仁慈罚你为师祖守墓，可你连师祖的墓都守不住。不知道。不要说了，先把他押到四姑崖，等候发落。包子，你说师父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哎，不知道啊。转生之术复活了，快找出施法者，否则昆仑教。别去，不要过来。
要不知道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肯定饶不了他。惊鸿，请出梵天镜降服我。不行，这样的话你会灰飞烟灭，永不能超生的。只有这样才能救昆仑呐、啊！不行，弟子下不了手。惊鸿，天镜，师兄，不要啊！师父会灰飞烟灭的。今后不要再犹豫了，大局为重。还是不听你师兄的话。师父，您别走。其实你每次到我坟前跟我说话，我都能听见。想不到我师徒俩还能再见一面，我知足了。今后你要像以前一样尽力辅佐你师兄。师父，师父。
掌门，师兄，掌门，师兄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。幽冥转生术是我练的，玉清子也是我复活的。之所以复活那个老东西，就是为了换回梵天镜。只有拿到了梵天圣母的元神镇魔石，我才能统一仙魔两界。师父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跟你拼了！住，幽清，等我统一了仙魔两界，你就是峨眉的掌门。如果你留在此地，将会与昆仑一起亡。顽固不化，哼！师兄，听我说。师兄，你不要说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昆仑就交给你了。师兄，我不行。不可以不行。还有，我不想像师父那样。答应我，答应我，我答应你，师兄，师兄，什么？师兄，阿和，你要主持大局啊！嗯，师父也死了，师兄也死了。我能做些什么呢？你别这样，现在应该率领昆仑把梵天镜夺回来，替他们报仇。你就是个废物，贪生怕死的家伙，我看错了你。你还记得你答应你师父和师兄什么了吗？他们为了保护你们牺牲自己，他们为了什么而你呢？你不去我去，即使死了，我也不愿意跟你死在一起。不是，师父。
三门师。众弟子们，听我号令，在，一起冲上去，给掌门，给师祖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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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时候成昆仑掌门了？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，何以保护天下苍生？昆仑众弟子听令，在，跟我一起去教育一下那个老妖婆，顺便收了玄天。是，掌门。峨眉众弟子听令，在，随我一起消灭魔族，拯救苍生。是。梵天境里吧，省得我再动手。梵天境在此，有本事我来拿。上。Thank you.
弟和爱人死在你面前。写上去的，在你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示，这样我就能立刻到你身边去救你了。是我去救你吧。小何，你看这蜀山的风景多美啊，水就像面镜子一样。什么时候啊？等你当了昆仑的掌门吧。心门不在河上，大门不幸，你是年少欢喜一场。
子呢？不要了，好冷啊！母亲。昆仑弟子萧何，以一己之力封印魔族，保得三界。今日承天地之气运，继昆仑掌门之位。自此以后，正身、修性、扶妖降魔，以正道心。居然敢把我俘获！